其实就我们之后的可能会慢慢慢慢开始。写的部落格啊，看说要考什么东西，然后有在家稍微准备一下自我介绍，因为他说不要太长，就是精简一点。哦，非常珍惜，会很努力这样子。希望一定要上的。对啊，是抱着一定要上的心情来的。起薪的方面呢，空服员的薪水是底薪加上飞加，然后还会加上一些，比如说免税品奖金啊，住房津贴啊，这些通通加起来大概将近40000。今年的增加以及新机的引进，在今天举行106的这个空服员新训的招募活动，那在报名的人数大概有3000人，那预计录取25位是正取，5位是被取，所以呢，其实录取率是非常的低，要不到1%。那我们这次呢比较有特别的是，我们有将近有800位。有日韩语言的这个专长的人来报名啊，那也有将近150位有他航航空空服方面经历的人来报名。那我相信在这一次的这个考试中呢，我们可以找到非常适合这份工作的人员。